继续来关心环保方面的消息。嘉义市为了要维护道路的市容，环保局针对着路边无牌废弃的车辆，有影响到街道畅通的机车，将要进行大通知来告知，并且限七天刷走。啊，若无嘉义市环保局将会进行异地。租界附近有发现脏污、生鲜沤气，也则是停放真久无使用的无牌废弃车辆，而影响街道的畅通，造成出入不便。嘉义市环保局请民众利用1999便民服务专线通报。废弃车辆就是无牌，民用无牌做垃圾的车辆，恁民众在透过咱市府的1999，还是直接打电话环保局251775来通报废弃车辆。咱接受通报了后，伫7日内。随时派人员来打单，伫7日内，咱来甲拖吊去咱的合法的迄落暂存场，吼啊依法来公告。伫接获通报了后，环保局会派员到现场勘查，并且打清理通知书，限车辆所有人伫七天内自行清除，到期无清除，该局将进行异地。这个无牌。嘿，这无牌啊，破损明显的破损，吼、哦，这个车辆就是符合咱。环保局的迄条废弃机动车辆要清理的要件，啊，咱得打这张单，啊，伫内底咱个限定七日内日期，咱会甲写。鼓励报废老旧机车，十年以上的废机车者回收奖励金，每一台新的票1000块；车龄达到七年以上的废机车者回收奖励金，每一台新的票300块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